去了春来，雪化了云开，这份爱在。哎，周涛，周涛，打住，打住！哎，这歌真的是蛮好听的。是啊，歌好听，节目好看，这正是我们追求的。是的。接下来呢，请大家欣赏由赵丽蓉、巩汉林等表演的小品《打工奇遇》。楼了，怎么还放这曲子？哦，音乐放错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哎，都给我精神着点儿。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，招聘慈禧当跑堂，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，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？传38号老太太过堂，过堂啊，不是那个上场。哎，38号。老太太够精神的。想当初，我是民兵排长。哎呦，民兵排长，同志们好，老太太好，同志们辛苦了。先别啰嗦了，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？愿意啊。我们村啊，现在也富了，也想开个大酒楼。好。开发旅游资源，我到您这儿打工，我不为赚钱，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。哎呦喂，录取录取了，那我就谢谢您了，甭客气。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。咱们干活吧，说干就得干。哎，都给我精神点，准备开。嘿嘿嘿，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？麻布。嗯，软和，吸水，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样？哎呦，先别着急干活嘞，让老太太开开眼。走，瞧瞧瞧瞧，哎呀，嗯，这闺女真俊呢，漂亮吧？这漆包也好，哎，啊，这麻布太小了，来换我这个。人家那是手绢儿，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。我也穿这个。嗯，你跟他们的不一样。我说的呢，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。对，带老太太试衣裳。上哪儿试？后边去。您里边请。哎呦，老太太，接电话。喂，你好，我们是太后大酒楼。对，告诉他我们太后大酒楼是物价局的。什么事儿啊？让报菜价。就说我不在。哎，我们经理说他不在。他撒谎你都不会撒。喂，我不在。不他不在，我是他女秘书。您放心，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，物美价廉，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。好，再见，拜拜。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。哎，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？衣服穿好了吗？穿好了，请。我看看，我看，哎呦喂，好啊！哎呀，真漂亮！哎呦，您别抖了这麻布。哎，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。哎呀，后母老人家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哎呦，真是没想到啊，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。谁？慈禧。慈禧？嗯，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。炸！不行不行不行，我是8辈儿贫农啊，它的成分太高啊，我不装这个。哎呦，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。实话跟您说了吧，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，
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，那就更不幸了。怎么着？有文件呢。不许三陪。哦，不让您真陪着吃，就让您在边上站着，给他们当解说员。哦，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啊，对，人家吃着我看着啊，对，那这慈禧不惨了点？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？我啥身份呢？我不告诉你了吗？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。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，我不都明白了吗？什么身份？我就是那托儿。对，您就是那托儿。对外别这么说，你怕啥呢？那电视早就曝光了。卖布的有布托，卖袜子有袜子托，卖鞋的有鞋托，我就是那饭托。饭托。早就明白了，业务训练开始，上菜。哎呦喂，老人家您请看，这是啥？宫廷御液酒，皇上喝的。对呀、啊，我能闻闻吗？请。香香吧，像二锅头。什么叫像二锅头啊？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。哎，胡说，什么二锅头兑水啊？到了这儿了，就得叫宫廷御液酒。哎呀，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？180块。就卖180块。哎呀，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？老太太，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。再看这道菜，这是啥菜？群英荟萃，皇上吃的。那个白的呢？白萝卜。多嘴，什么白萝卜？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，这得叫宫廷白萝卜。那绿的呢？宫廷青萝卜。这红的呢？宫廷水萝卜。那这黄的我认识啊，是宫廷胡萝卜。哎呦，太聪明了，宫廷胡萝卜。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？哪儿啊？80。这卖80啊？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？不跟您说了吗？在这儿不能叫萝卜，就得叫群英荟萃。群英荟萃，我看就是萝卜开会。别嬉皮笑脸的，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？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，我告诉你，这东西都大补。那皇上就拿萝卜补啊？对，要不怎么皇上个丁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？也不尽然呢。怎么着？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，还有那先锋光绪，你算算。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？你拿他们比什么？你怎么不看看我？我怎么这么精神？你也补？哎呦，我天天是御液酒，盯着宫廷菜吃着，我是大补啊！哎呀，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。我这两天赶上减肥，那倒是减呢，倒是补哎。犟嘴，你是总经理，我是总经理啊。那你是想不想在我这儿学？想，想学照我教的练。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。总经理，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？啊，走。嗨，好好练着。不，真是的。我练你奶奶个嘴儿！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，那我都成绑票的了。说啥呢？是出宫廷的。喂，我是慈禧。不是。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，离了是物价局。我跟离了说呀，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，都是他们呢。菜价是黑呀，真黑呀。我不行，我要走了，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。啊，离了要听啊。啊，明白了，出来。哪儿去了？来了来了，还练不练了？嘿，您别脱这工作服啊！你看我这都练出汗了，这太投入啊！哎呦，投入好，投入好！哎，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。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，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。
你要是就和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，哎呦，这钱赚的就更多了。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、啊。哎呦，能唱，我能唱。听听听。想当初、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，嘿，你猜咋的啊？就让我演那小琴。小琴。让我演小琴呢，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。嗯、哎呀，我这嗓子这高啊，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。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、愣没截住我，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。哎呀，老太太有嗓子，这嗓子还高着呢。您是不是先下来嘿？在家上炕上惯了，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。说的够热闹的，到底会唱什么呀？我啥都会唱，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。嗯，就听您做饭这一段，你请好吧，都配合着点。我做的是凤骨炒肉牛肉片，醋溜鸭子的排骨，松花扁担的白莲藕，海蜇拌肚滋味足，四两四两那个八碟菜，快点老酒。我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？香不香？香哦，香死个人嘞！哎呀，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。待会儿啊，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。我能唱，老太太。哎，您可别光说不练。别耍嘴呀！我要是耍嘴，我是个棒槌。宫廷玉液酒180一杯，这酒怎么样？听我给你吹，啊吹，啊吹！瞧我这张嘴呀、啊，一杯你开胃，我喊了一声美；二杯你肾不亏，哈哈，还是美；三杯五杯下了肚，保证你的小脸啊。白里透着红 啊，红里透着黑，黑还黑不溜秋啊，绿了吧唧儿，哎呦，蓝巴巴的，我什么色儿啊？紫溜溜的，嗨，粉嘟溜里个透着那么美。哎呀，您可把我吓坏了。这酒怎么样啊？这酒真是美，美呀，美呀，美美美美。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。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？就这嘴秃噜了。你应该这么唱。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，要迷了80一个都不会。过来看一看，几口尝一尝，吃到嘴里都憋得脆。如果你不相信，你尝一块脆不脆？我吃了一块，嚼在嘴里确实它有点脆。为什么这么脆？为什么这么脆？我记得问问你，我它为什么这么脆？它怎么这么脆？它就是一盘大萝卜。又把实话说出来了，你喽都听清楚了。嘿，跟谁讲话呢？物价局。哎呦，甭打算开张了，你看看你打算开张，我给你个秘方。哎呦，快说呀！拿笔来啊，笔我伺候着。拿笔来，拿笔来，老人家，老人家。什么意思啊？连啥意思都不懂，你真是棒槌。嘿，他说咱俩是棒槌，你这老太，我的天哪，走四方那路迢迢，水长长，迷迷茫茫，一村又一庄，走四方
生。